延伸演绎。开福道宁禅师语录序文曰：如来正法眼传到了第33世，抵达曹溪以后，六祖慧能大师将正法眼藏传授给白玉禅和马祖道一二人。出家一脉的正法眼藏传授给马祖道一禅师以后，马祖道一禅师再将正法眼藏传授给怀让禅师，怀让禅师以后发展成为五宗七家之一的灵济宗，六传至慈明禅师之后，正法眼藏更发扬光大。慈明禅师之后又分出杨岐与黄龙两脉，他们好像狮子出林一样，只要啸吼一声可以降服百兽，承接五祖黄眉大师的法脉，开眼东山法门，广度无数无边的众生，共归绝路。以上是早期正法眼藏传承的典故。抱朴子曰：泥土容易消散，如果把泥土变成瓷砖，寿命可以达到千年。栗树与油木砍下来，经过20年就腐朽了，如果将它烧成木炭，寿命可以达到1亿年以上。彰化基督教医院右前方有一座精神指标，内容是一棵树木，外面着火，下面写着焚而不毁的标语。因为彰化基督教医院属于长老教会的，长老教会也重视灵修，众生经过修炼以后，好像树木经过火烧变成木炭，木�炭的寿命可以达到10000年以上，跟《抱朴子》一书所讲的道理是一样的。因此明心见性的火种，自从灵山传至西域，至今已经经过2500多年了。今时因缘时机成熟，所以上法堂开启炉火，以锻炼元灵，选拔道子佛种，所以开福道宁禅师说开炉上堂。娑婆世界上的众生在六道轮回的路上来来往往，非常热闹拥挤，都是追求酒色财气名利恩爱之中，但是对于无极里天的逍遥境界却不屑一顾，希望前往的众生非常稀少，所以开福道宁禅师说一一风景不相饶。丹霞天然禅师在一座佛寺里挂单，时值冬天，天气非常寒冷，大雪纷纷而下，丹霞大师将佛殿上木刻的佛像取下来烤火，寺中纠察师一见大声怒斥道：该死，怎么将佛像拿来烤火取暖呢？丹霞禅师从容不迫地回答说：我不是烤火，我是在烧取舍利子。纠察师仍是大声斥责说：胡说，木刻的佛像哪有舍利子？丹霞大师说：既然是木头，没有舍利子，何妨多拿些来烤火。丹霞禅师从容地去取佛像投入火中。在丹霞禅师的心目中，我佛如来的法身遍于整个宇宙世界，而不是仅仅住在佛雕像里面。对禅师而言，那尊佛像早已超越了形质，宇宙真理那才是我佛法身的整个表征。一般众生所认识的佛像只是木刻的，而丹霞烧佛欲取舍利，他所认识的佛像才是有灵性的。丹霞烧佛在禅宗史上是非常特殊的公案，历来只有他披佛烤火，其他禅师没有听闻做过。是不是他疯了呢？不是。
丹霞禅师并没有逢庙烧佛，他仅烧了那么一次，就成了千古奇闻，后人却当口头禅。